来试一下声音。One two three four。那个一二三四，有声音吗？所以今天唱大饱要吃多饱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第一次玩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看看状况吧。因为如果歌迷非常热烈的话，我自己也会被他们影响到，就会想要一直唱这样子。还有今天有请到我们的乐手的那个 band leader， 所以他有一点经验，可以随机反应，灵机反应。随机应变，对，我比较讶异，想说怎么说爱你跟倒带还在，因为很多常常不同场次都有去的粉丝好像都听你了，但是好像数字还是有，那我要诚实的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只是怕有些人会站得太累。我家狗。他是表达什么？他怎么了？没有了，他气喘。他有时候要咳一下痰。好像初四就开始工作了。只有一个礼拜，不会太少。不止吧？十天吧，差不多十天。那你们休多少？啊？五天？只有五天。我定假除夕有差不多就是。好苦，除夕啊，到初三、初四嘛。好，那新的一年啊，有没有想说，今年会不会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？因为毕竟我可以照顾你。哦，那你照顾我。好想接了。哈撩错了，撩错了。也错了，再来一次，我们重新剪吧。重问，他说要重剪。